尊敬的陈校长，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感谢刚刚我们工作人员放的音乐非常优美让我们想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这个音乐对人这种内心很自然的能够产生熏陶能够让我们心情很愉悦。很和谐当然是好的音乐我们也有同仁呢专门选古琴的曲子都是已经作古的这些大家的曲子在今天再发给大家供养给大家大家在比方说下课期间呢上课前呢放这些中正之乐优美的音乐孩子心就能定下来。包含我们开会配一点音乐气氛不一样了在桌上呢摆几个小点心感觉就很温馨好这个都是无形的但是我们用心的话都可以感受得到可以考虑得到我们这几节课跟大家一起交流师长在2016年清明祭祖的这个开示孝亲尊师是圆满成佛之根本也是成圣成贤呢的根本所以传统文化是师道当然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尤其印祖说的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在开示当中老人家以几部经典来说明呢师生的相处印祖也有谈到呢这个师生关系它含摄了好几轮在里面呢比方说师徒如父子一心呢成就学生有时候又像兄长一样在旁鼓励护持有时候又像朋友一样可以跟我们谈心呢良师益友所以这个师生的缘呢其实对我们一生呢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学业能不能成就是最关键的了。我们以前应该大家应该有印象现在比较少了。在我们父母那一辈任何一个行业都要拜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哎，都是很隆重的啊。啊，甚至于是啊，都是先去啊，协助师父啊，不管他在哪个行业啊，先跟着学啊，侍奉老师啊。啊，所以从这里啊，我们也感觉到，啊，这个人才啊，是带出来的。各行各业人才不是说去读个硕士，这个人才就出来了。所以各行各业要真正出栋梁人才啊，也是离不开师道的传承啊。我们看到啊，许俊那是在医学界了啊，他的老师也是制造机会啊，带着他去行医啊。哎，他也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啊，看到啊，老师给那个屠夫啊吸脓血啊，哇！你看他非常感动啊，啊，当时候拍的那个表情啊，陈德解读起来，哦，他那个表情就是，我一定要像老师一样。你看他的励志就在老师的身教当中啊，显发出来了。哦，而且我们看到他在行医的过程有多少挑战呢？哎，但是他只要想到他的老师啊，为了栽培他的种种付出牺牲呢，他就很有力量啊。哦，所以从经典啊，我们看到《法华经》里面讲啊，啊，善知识者是大因缘啊，所谓化导令得见佛啊，啊，我们佛门常说万法因缘所生呢，啊，哎，善知识是我们要亲近的老师啊。是大因缘，那已经提醒我们了，在我们这个求学当中啊，在求学的因缘里啊，哪个最重要啊？就是善知识了。他用一个大字了，就最关键的了。为什么呢？因为有善知识啊，才能教化我们，引导我们呢，见佛就是恢复我们的本性啊，明心见性啊。啊，不管是儒家还是佛家，都是为了要恢复自性，恢复明德啊。啊，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啊，所以《法华经》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学业要成就，善知识很关键的。啊，老人家在这里又提到了，阿难问是佛吉凶经。啊，我们常说啊，当信佛经与身呢，一个字啊都不能划过去啊。阿难问是佛吉凶经开始就说了，有人奉佛啊，从名师受戒，这个缘起啊，
是阿难观察呢，哎，有人修学很吉祥，啊，这个百福骈真呢，啊，千祥云集，越修越有智慧，越有福报。哎，有的人修学呢，啊，怎么越来越多灾祸？啊，他就请教佛陀。啊，那佛陀首先就顶出来了。啊，这个吉祥的人是因为啊，他从名师受戒。哎，这个名字啊，不能划过去的。哎，受戒这个戒字也要搞清楚啊。不是有名的名啊，其实这一点呢，啊，比方说以承德来讲，啊，我也是，我一听到人家很有名气啊，就很激动了，啊，我记得我自己善根呢也很薄啊，啊，初社会，啊，接触到社会人士，啊，这个人一说。哎呀，我跟哪个立法委员很熟啊，啊，我就很激动啊，崇拜的要死啊，很没有学经典的，没有判断力啊，啊，会这样说，哎呀，我跟谁很熟，在那里标榜的修养都不会好太多啊。不炫己长嘛，啊，自己没有这个判断力啊，啊，幸好没栽什么大跟头啊！这个真的都有佛菩萨保佑啊！啊，不然我是很容易被骗的，很容易相信人，很容易被骗的啊！甚至于还遇过啊！啊，哎，你看，这是我跟某某高僧照的照片，啊，还骗了我几十万。哦，他当时是说拿去印经啊，我就很相信他了。后来想一想，被骗了。哦，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个字啊，啊，名师是明白的明，不是有名的名啊。哦，他说我跟哪个高僧照相啊？哦，拿了好几张照片啊，好像跟这个高僧关系特别好啊。哦，然后又装着一副很有修行的样子，哦，我就拿了好一笔钱去印经啊，啊，印他写的东西，哦，哎，哦，所以承德的判断力啊，啊，都不如大家哈，啊，我还做过这些蠢事啊，所以经师易得啊。人师难求啊！哎，我们一接触师长老人家经教了，我们就会判断了。哎，他是不是名师？啊，我们从老人家的经教里面，首先他要有师承。啊，你假如看，啊，他是，啊，我在某一天突然。闪电打下来啊啊！我一下子什么都懂了，哇！一般的人说哇，好厉害哦！这种书我都看过啊，哦，而且呢，这样的人呢，特别会 marketing 啊，很会销售自己啊，哦，然后呢，还找一个威望很高的人。你们可以听他讲的哈，哦，然后呢，人家就会觉得哦，他跟那个很有威望的人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哇，他很会拉关系做 marketing， 所以这个我们都要很冷静啊，不能激动啊，经典就是教我们判断。因为经典是真理，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
威音王佛以前有无师自通的，威音王佛以后就没有了，就好久好久以前就没有了。所以只要他没有说他有传承的老师，你不要相信他。没有老师指导，不可能能开悟的，不可能修学能正确的。华严经就讲了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呀。我们要了解佛经怎么出来的，从佛陀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流出来的，啊，不是这个境界讲出来的话，都有自己的分别执着在其中啊。所以真正的好老师，他都像孔子一样啊，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那常常都是发挥我觉得怎样怎样，那这个我们要小心了。孔子都没有说他有发挥，他述而不作啊。而且真正学明白的人都会引导我们依止经典啊，依止祖师啊，不会标榜自己的。所以第一点，他一定是要有师承的。第二点呢，他是谦虚的。我们看李炳南老师修学这么高，跟老法师讲，我只能教你五年了，五年之后我介绍我的老师印光祖师给你。谦虚啊。你看师长讲经，诸位同学大家好啊，老人家不以师自居啊，哎，我给你们介绍老师啊，阿弥陀佛，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啊。因为啊，孟子有提醒啊，人皆好为人师啊，所以这个好为人师也是很容易会起现行的习气啊。42章经里面有提醒啊，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啊，重复了两遍了。我们用师长老人家的教导再来注解这一句，还没有证阿罗汉以前不可以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所以孔子述而不作啊，老人家慈悲啊，怕我们忽略了这个学习态度，甚至是教学的态度啊。所以他的人家说，我最佩服孔老夫子的8个字。陈德听了很感动啊，老人家怕我们把这个重点划过去了。陈德保证呢，历朝历代的祖师啊注解啊，没有注说我最佩服孔老夫子的8个字。是老人家看到这个时代孔子的这个态度啊太重要了，一不守住这个态度很难不学偏掉，所以他老人家慈悲啊，多次讲我最佩服孔老夫子。我们一听这一句话就开始注意了，哎呦，哪一句啊？
哪八个字啊？老人家还有一句呀，我最佩服老祖先的八个字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呀。老人家都在教导当中啊，把最重要啊圣人啊祖先呢的心法传给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受持啊，从名师受戒，所以这个戒啊不是指五戒十戒而已啊，是老师的教戒。在密宗讲三根本，护法是事业的根本，本尊是成就的根本，而上师是加持的根本。我们在一切境界当中啊，都能首先提起老师的教戒，那老师就随时加持我们了。我们一提起老师的教戒，在境界当中啊，不会感情用事啊，不会迷糊了，会提起正念的，提起理智啊，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了。所以我们也要会判断名师啊。再来第三点呢，名师呢不以神通度众生，这是佛陀啊很重要的教戒啊。有一部连续剧拍的挺好啊，《佛陀传》呢，印度拍的啊，当时候我们在兰彼得啊，师长老人家呢。带头啊，带着我们看呢、其中就有一集，弟子出去啊，托钵，结果现神通，回去呀、被佛陀呵斥啊，因为这些邪魔外道啊。他也有神通啊，但是他不能讲经说法。可是假如用神通啊，到时候大众啊分辨不了了，就很麻烦了。尤其啊，佛在《楞严经》特别提醒了，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太多了，所以佛门的规矩啊，只要现神通了就得走，只要暴露身份了就得走，其实我们细细去想想啊，昨天我们还跟大家提到。学习呀、还要善体会。比方说那个宝智公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他身份暴露了，他假如不走，你看大众来找他干什么？找他你帮我头摸一下，哎呀我就没有灾难了，那全部都不是来听经闻法的啦，都是来搞这个，哎呀摸一摸我就发财啦，你是观世音菩萨你看那这个时候得走了，大家不是来求道，所以不能暴露身份了，暴露身份了
规矩就是要走了啊。所以他假如说我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啊，当天没走，骗你的。哦，我们都要会判断哦。啊，当然了，为什么现在邪师那么多，还有那么多人性啊？这个也要反思啊，可能自己呀、啊、有这个好神通的习气，就会跟这些缘分交感了。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冷静的地方。哦，好，再来啊，我们用佛法帮助别人了，不能邀功了。哦，你比方说啊，这个人家里有问题了，哦，哎，你建议他，哦，你要好好持经啊，好好念佛啊，哦，哎，最后他病好了，这个病好了，那有很多原因在里面呢，那可能有无量的佛菩萨在加持，啊，你可不能变成，哎，我让你病好的。哎，对人就有控制了，你要听我的。哎，我们的习气可能就在这个境缘当中现前了。所以黄念祖老师说了，不能说人家不跟你学了，就开始骂人了，叛徒。师生的缘呢，不能有一丝毫勉强啊。勉强的缘呢，终究留不住啊。好，反而不要强求，不要控制。哎，说不定啊，哎，他一时啊，不能体会你的苦心，但是他离开一下。可能经历一些事，他又懂得你真正为他好，哎，他会再回来啊。假如你现在就哇，你不可以走啊，控制你走了，你要下地狱的。哦，我觉得这个佛门啊，佛陀好像从来没有用威胁的这种口吻啊。所以不能好为人师啊！啊，包含你看，我们听师长讲经，哎，真正善知识，他看到一个人都是要成就人家的，哎，他会看这个人的根性，哎，甚至于跟他交谈最重要的，了解他最佩服谁。然后鼓励他，介绍他去跟着他最佩服的人学，因为他要跟这个人学，那铁定要100%相信他嘛，不止不会控制要求啊，他会帮助对方去跟他原成熟的善知识学。好，再来啊，我们看啊，这个善知识啊，他会给我们表演格物的功夫，改习气呀、啊。啊，因为啊，圣教的功夫在哪？在放下。你可以讲的天花乱坠啊，但放不下。那连门都没进，哦，就像夏老师讲的，学道的人需打破自欺一关，
时有商量处，须卓然见得满身过失，功夫时有着手处。所以修学老人家说的两件事，知过改过。那改过就是放得下习气呀。所以善知识一定会展现他放下习气。他修学前后一定会有很明显的改变。我们找老师啊都要慎重啊。这攸关我们一生的法身慧命啊。我们看弘一大师，看他学佛前才子啊，也是风花雪月啊，接触佛法了，一心向道了，世间五欲六尘呢，说断就断了，说放下就放下。你看，把从唐朝的道宣律祖的南山律断了那么久的闭关三年把它整理传承下来，这对佛门的贡献太大了。那种向道之间呢，我们听了都动容了。尤其老人家讲经的时候讲到了，那弘一大师年轻在日本的时候，他的朋友跟他约来找他，迟到一分钟，骂那个朋友，骂完门关起来，也不让他进来了，脾气不小啊。哎，可是弘一大师修行了，身边的人煮饭呢，端上来，哎呀，大师啊，抱歉了，今天煮咸了。弘一大师笑着，咸的好，又有时候，哎呀，大师抱歉了，煮淡了，淡的好，什么都好啊。你看，本来脾气那么大，这个修行之后什么都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那大家看师长啊，眉毛那么厚啊，哇，那个主见很强的。小时候好像呢高他两个年级啊，那个同学太霸道了，老人家很仗义啊，看不过去了，结果打了一架，把老人家的鼻子都打歪了，这个老人家是很仗义的哦，那么小。你看大他两岁都比他高多少了，他不怕啊。但是这个脾气确实不小啊。但是你看呢，老人家学佛之后在国际间走啊，填资料，填写资料有一栏叫兴趣。老人家想都没想写了八个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们有脾气啊，怎么恒顺人家？顺不了了。所以好像经典里面呢，从来没有说哪一尊菩萨很有性格。没看过吧？有性格就有棱棱角角啊，会刺伤别人的。不小心呢，耍个性子就伤了人家的心了。所以行菩萨道啊，
要先磨一磨啊，磨得外圆了，不会伤人了。哦，所以善知识都展现啊，这个啊放下习气的功夫嘛，给我们看。啊，而且啊，善知识是无私付出，绝对不会要人情，要邀功，啊，搞得人家压力很大。一切随缘，不要控制，不要要求。啊，真正有修行的人，会体会到啊。世间呢的事情丝毫不能勉强啊。哦，而且善知识啊，它一定给我们展现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这一句啊，在《金刚经》里面多次提出来啊，要离相啊，般若为眼啊，五度如盲啊，啊，我们假如不离相啊，我们做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通通只是福报边饰啊。六祖大师讲，生死大事，福不能救。只要我们不是往离世相的方向在修，修的都是轮回业，轮回的善业。啊，老人家进一步提醒啊，善业是福报哦，但不一定在三善道享哦。我们观察现在啊，比方说有一个很有钱的人把遗产留给他的小狗，哦，你看他不留给人，他留给小狗啊，那只狗有没有福报？那也是他前身行善呢，可是他是堕在畜生道享福哦。我们看阿难问世佛及兄经翻译的安世高大师，他前世修行的那个道友出家人呢，明经好施啊，可是讨这个托钵的时候，嗔恨心起来了，嫌饭菜不好啊。结果下一世就堕到畜生道当龙王了。啊，所以般若重要啊，不取于相啊，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所以大乘法印，哎，只要符合这个法印的，都是大乘佛法。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更重要的在第三句哦，自净其意。我们只有前面两句哦，还是世间的善法而已哦。自净其意就出世间了，有我相，就很难得到清净心了。我的房子，我的眷属，我的团体，我的这些我所啊，越来越增长，这很冤枉啊！可以当身了脱生死的大法，我们把它修成轮回了，
啊，承德二十多岁的时候，哎，有机会啊去接近啊佛教团体。当时我经典也没有怎么读过啊，啊，去参加活动。哎，我记得在火车上啊。哎，听到这些修学的人说，啊，谁谁谁是我度的，谁谁谁是我度的。我当时候听啊，心里觉得有点怪，我也不知道怪在哪。啊，就是他那讲话的语气啊，态度啊，我就觉得怪。后来刚好呢，以后啊，读了《金刚经》。哎，佛陀说啊，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佛都没有说他度众生呢、啊，怎么我们这些佛弟子动不动就是谁谁谁是我度的，谁谁谁是我度的？啊，佛讲的，啊，他起了这个念头啊，他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哎呀，我的团体啊，哎呀，输狼唔输丁啊！好，这两台游览车你负责的，啊，来拉人家参加法会，那个都太攀缘了，那种做法都不符合佛陀的教诲啊！所以我们看啊，老人家提倡三十细念，亲自把三十细念讲一遍，让我们明理啊，不是都是凑热闹而已啊。所以佛法是要了脱生死的，佛法不只是行善而已啊，甚至行善还要不能着行善的相啊，不然还是搞轮回了。所以善知识一定是展现无我无我所离事相，这个我们都要会判断啊。好，不然呢，卷入事相啊，很难不有人我是非啊。好，所以明师受戒啊，专信不犯啊，不怀疑老师啊，而且啊，老师的教戒不违犯的啊，精进奉行。不止学了，还很精进不懈怠啊。精就是不杂，不能学得太杂。所以李老带着师长学习，一部经学通了再学下一部。没有学通，老师不允许你学下一部。这样才能进步啊！我们看挖井啊，你一直挖，一直挖，可以挖到水啊！你挖一下又不愿意挖了啊，又再去挖另外一个，挖了十个洞都挖不到水了。所以这个精进的精致啊，很重要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的啊，儒家也讲为精为一呀、啊，允直觉中啊，都是强调要专精啊，不能杂啊，不失所受啊，不能忘了老师所教授的这些教诲啊，这个颜回夫子表演给我们看。全权福音啊，老师教的他都不敢忘了。
你看孔子说无语回言终日不为如语啊。孔子跟颜回这个谈话谈了一整天呢，这个颜回都是一直点头没有提出疑义啊，也没有发问呢看起来好像到底有没有听懂不为如语啊，退而省其思，亦足以发，回也不语。他离开老师以后，孔子呢仔细观察，跟他讲的道理啊，他都能够去跟同学们发挥的很好，讲得很清楚，所以他是老师讲的，他完全领纳，随文入贯了，他不失所受啊。好，那这一段话是谈到了我们学生的态度我们刚刚分析的几个要点，那是老师应具备这一些条件，那也是我们判断名师的标准《韩氏外传》也有对人师有一个开解智如泉源，智慧像源头活水一样一直冒他遇到一切境界生智慧陈德跟大家举过刚好在吃饭我们刚好聊到人本主义学派老人家一听马上生智慧，不对啊，应该是孝本主义学派啊，教育的根本抓到了人本人哪个人，首先一想到就是自己了我们看一个团体照100个人交到我们的手上，第一个看谁啊？看自己在哪里啊？我们六道轮回的因就是我执啊。所以儒释道的圣人呢，都是教我们要放下自私自利，放下我执的，他不会增长我们了。所以我们看《论语》，看古籍。都是讲什么？君子喻于义呀，都是让我们提起道义呀、本分呢、没有跟我们讲利呀，小人才喻于利呀。所以现在很多这种思潮其实对人的思想观念都会有偏颇。因为他们都不是依照经典讲的，都是依照自己的想法看法。其实现在整个世界那么乱了，这100年左右那些提出很多理论的人，他们要背负很重的因果那叫始作俑者圣人都没这么讲，你为什么要这么讲呢？难道你比圣人厉害吗？而且他们讲的话编到教科书里面去孔子的有教诲还不一定编进去记得有一本书好像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编的然后呢结果到了马来西亚然后就找到一位很有威望的长老
请他审一下这本书啊，可不可以我们拿来教小孩啊？啊，这一位马来西亚的长老啊，他审完之后说这一本还不合格啊，我们不用，因为他里面没有孔子的教诲。哎呦，我们听了很感动啊。这一位长老啊，承德曾经接见过啊。当时候接见呢，他坐在我的正对面了，还没开始吃饭呢，饭菜正在摆啊，这一位长者看着我，问了我第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陈蔡绝粮啊？一个马来的长老一开口就是问这个问题啊，大家能不能体会我当下的心情啊？有点手都快发抖了，知道吗？幸好问到是我知道的啊。哇，假如不知道了，那一餐饭我都不知道怎么吃了啊。好，所以记得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一群呢黑人小朋友啊在台上给我们念《弟子规》啊，给我们念《群书之要》啊，我坐在底下也是有点忐忑啊，我说再不努力的话，可能以后啊《群书之要》是我们黑人同胞来教。所以孔子特别交代：知耻近乎友啦。那之前呢，跟大家呢有提过啊，孔子说啊，天下有五不祥。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乱象？都离不开孔子讲的五不祥。智慧很圆满，一句话就把所有的问题讲完了。好，我们复习一下，然后对照现在的乱象。损人自益，损人利己啊，其实利不了自己了，害自己了。生之不祥，为什么人跟人冲突了？很大的原因就是自私了嘛。见利忘义了，伤了人心了。现在五伦当中，见利忘义现象不少啊。生之不祥，弃老取幼，家之不祥。家里没有孝道传承，通通围着这个小朋友转了。所以应该啊，要去哪里玩呢？先问老人，不能先问小孩啊。一个家要兴要衰啊，就看这个知所先后了。家里吃饭谁先动筷子啊？小孩先动啊，败相已露啊。甚至于我们都看到老人还没吃啊，小孩吃饱了。肚子饿了就跳上去了。喜欢吃的菜都吃掉了，也不会想着留给老人了。说到这里啊，太感恩自己的父母。给自己的教育了，都是我们去盛饭了，都盛好了，赶快去叫爷爷，去叫奶奶，给老人请回来，上桌，老人吃了，我们再开始吃，是不能不听圣人的话。
我们的苦难来自哪里？不听老人言呢，吃亏在眼前呢。事贤任不孝，一个团体里面呢，把贤德的人排斥了，用的是不孝之人，喜欢名利的人，喜欢搞小团体的人，国之不祥啊！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整个风俗啊败坏了。我们小的时候啊，这个40年前呢，还有很好的风俗啊。你小孩子做错事了，这个附近的长辈会呵斥的，父母知道了，感谢人家，现在不敢讲了，甚至于现在，哎呀，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我们管不了了，这个话可不要乱讲。这个话要负因果责任的，不能随性讲话，养不教，父之过啊，教不严，师之惰啊，都有责任的。所以师长有一次在联合国专题报告就写着，题目就是子不教，人心坏了，父母有责任了，教下一代啊。家不齐，社会乱了。家是社会的细胞啊。离婚率那么高，这个社会怎么安定呢？所以为什么历朝历代的君王从政者这么重视婚礼？那婚姻是大事啊。社会能不能出人才跟这个很有关系啊。江河两姓之好，优生学，近亲不通婚呢。上以事宗庙，下以祭后事，承先启后啊，这是婚姻的意义啊。圣人分析的很通人情事理啊，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因为分工了，互相感恩了，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哇，这个而后不能跳过去哦，没有前面就没有后面哦。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忠臣出于孝子之门，而且有父子有亲的人，他当了领导，他也会爱人啊，亲亲而人民啊，他当下属了，他懂得要忠君呢，还要报恩呢。所以我们今天说，哎呀，都找不到人才啊，企业团体也很无奈，怎么解决？从夫妇有义啊，从男女有别啊，我们假如不找到根源呢，要解决问题不容易啊。
所以为什么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我们不看这些经典，我们判断不出来是非善恶，判断不出来问题的根源出在哪里。甚至有时候啊，很努力在解决问题，反而让问题更复杂。啊，我曾经也跟大众交流的时候说，啊，我们想一想，哪一代人花在教育孩子身上最多？啊，他们都说，我们呢？哪一代人教出来的效果最差？哦，那这个很值得我们思考吧。我听过一个长辈说，啊，我们是孝顺父母的最后一代，是被孩子遗弃的第一代。要教孩子啦，不能只是赚钱啦。你都是把利摆在第一，你养出来的孩子当然被你潜移默化影响吧。啊，讲这个话的长辈啊，他为什么这个感叹呢？啊，因为他生了三个孩子啊，有一天夫妻跟三个孩子坐着一台车啊开车啊，结果他们还买了三栋房子啊，他的儿子就说了啊，哪一栋给谁，哪一栋给谁，刚好他们三个孩子分了啊，这个妈妈马上说，啊，那爸爸妈妈住哪里呀？啊，他儿子说，到时候再说。哦，所以这个努力有结果啊，不一定会有好结果啊，得有智慧才行啊。所以曾经老子要过函谷关，当地的官员很会抓住机会哦。他说，我有两个儿子，我以后要靠谁啊？老子也是满众生怨啊，他把两个孩子找来了。老子拿出点钱了，跟那个大儿子讲，哎，你打你爸爸一下，碰一下就好了，这个钱就是你的了。这个大儿子比较憨厚啊，不耍小聪明了，儿子怎么可以打父亲呢？死都不打。大儿子走了，哎，把小儿子找来了。这小孩子很聪明啊，你只要打一下，哪怕碰一下，这钱就是你的。看一下，把钱马上拿进来了。老子对着这个官员，你知道要靠谁了吧？后来啊，他这个小儿子做生意啊，父亲去世了都没有回来奔丧。赚钱重要啊，所以这些故事啊都很有启发啊。可不能培养小人啊，君子喻于义啊，小人喻于利。结果我们听师长讲经的时候说，幼儿园就开始教他竞争了，那不知道读大学会怎么样，很难想象啊。所以第五个不祥，圣人弗逆啊，愚者善权。圣人的教诲，大家把他束之高阁，甚至还反对，他没有办法发挥了。愚者善权。愚昧的人掌握权力啊，错误的思想啊，上了教科书，天下之不祥。
学经济的人应该都听过，很权威的人讲了一句，企业唯一目的赚取利润，唯一目的赚取利润，这句话是大邪说呢。教科书里有啊，愚者善权，圣人弗逆呢。孔子说君子喻义呢，他居然叫唯一目的赚取利润。哇，听的人啊，肆无忌惮，天经地义，赚取利润，结果把整个自然破坏的那么严重。我们现在啊，要把我们的环境重新整治回来正常的状况啊，都不知道要花赚的钱的几倍啊！啊，这个说实在的，啊，我们闽南话说的，赚的这个是要求紧啊！你把那个河川污染了，后代子孙怎么办呐？你只想着自己眼前的利，都不顾死活。所以老祖宗4500年，那是白鹿洞书院的纲领啊，教导我们处事啊，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都是什么道义，不谈利了。哎，其实我们父辈啊，都还有这个精神呢，兄弟之间。哪会去谈利呢？啊，陈德记得啊，比方说爷爷奶奶的事，父亲都包了。后来弟弟妹妹知道了，大哥不可以这样啊，我们要尽点心呢。哦，让我父亲说，哎，现在有个事，你出多少？你出多少？我看我爸讲不出口啊，财务轻，怨何深啊？所以我们常常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我们也得反思啊，哎，我们自己也不能被这个社会的风气啊，给随波逐流了，我们得自己立得住啊。所以现在都讲权利义务，权利义务。这个流弊出来了吧？虽然明明摆着权利义务，但是大部分都讲什么？我的权利，我的权利，谁在讲义务啊？所以啊，近代这些思潮啊，是我们该冷静的时候了。述而不作啊，性而好古啊。尤其现在啊，知识爆炸，每一年所积累的新的知识量太大了。我们每天在手机当中啊看好多东西啊。假如我们没有正知正见呢，很容易都被很多说法影响了。所以我们得要庄身于千古圣贤之列啊。这是《菜根谭》里面一句啊很振奋人心的话啊，顺何人也？愚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啊！
印祖也是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做佛。就是我们要有志气啊，庄身于千古圣贤之列。啊，不愿做随波逐浪之人呢。好，那这个孔子这些话呢，啊，我们也是啊不失所受啊，啊，把它放在心上。好，那这些都是指导我们做学生的态度。啊，包含后面引了《华严经》。善男子，若欲成就一切自治，应决定求真善之事。啊，真善之事是名师啊，啊，勿生疲懈。啊，啊，不能呢，懈怠懒散啊，勿生厌足。不能知少为主啊，学一点点就好了。啊，要学了，就要把它学彻底，学通。啊，有一段李老的，啊，他生前的录像。啊，老人家都97岁了，啊，讲话语如钟声呢。啊，你们学佛。就得做佛，不然学他干什么？啊，学了就有志气，就有决心了。啊，要做佛。啊，而且啊，都应随顺呢，福建过失。啊，随顺善知识的教诲，啊，不能见呢。善知识的过啊，因为我们一见过啊，自己的心就怀疑了啊，就很难沉静了。那老师讲的话，我们就很难受益了。好，那当然。我们看李炳南老师啊，啊，真的是真善之士啊！啊，师长跟他老人家学，哎，看到啊，李老对待学生态度有差异，哎，可能脸上啊有怀疑的表情了。啊，哎，李老啊，把老人家叫到房间里面来。啊，因为每个学生学习的心态不一样，啊，真肯学的要真教他，不然对不起他，啊，甚至有打有骂，啊，不是真肯学的，对他客客气气，啊，不结恶缘，啊，你教他太严格了，他一下反感嗔恨了。都不能攀缘啊，一分缘做一分事，十分缘做十分事啊，而且你不跟他结恶缘啊，说不定他听个10年20年，哎，这个一分缘慢慢调到5分缘啊，假如用力过重了，他一下子都不来见了哦，所以啊，那李老师呢很慈悲啊，他在教的时候都要拿捏那个分寸啊。所以好老师，哎，看到学生脸上表情不对了啊，还会主动啊，哎，去引导去沟通。哎，这些地方啊都是我们的学处。那当学生提出疑惑，哎，我们也很真诚
跟他交流啊。因为我们又无所求啊。嗯。啊，那不能说啊，学生提出疑义了啊，我们就觉得嗯，不给我面子啊，嗯，怎么对我的权威这个提出质疑呢？啊，我们也要了解啊。我们这几代人呢、啊，都是学科学的，哦，啊，学科学的，他还不知不觉啊，哎，容易怀疑了，哎，你拿证据来，啊，我们也能理解，啊，这些成长背景了，而且我们很开放的心胸啊。真理它已经几千年了，它 立了几千年不会错的，我们用开放的心，有时候可能学生提出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点出现了，可能我们讲的时候是这个角度啊，他提的是另一个角度啊。所以孔子也有感叹啊，回也非助我者也啊，于无言无所不悦啊。孔子说，哎呀，我给颜回讲什么他都很高兴接受啊，对我的教学啊没有帮助。这个是有点讲反话了。哦，因为这个颜回是表了完全100%相信的法了啊、哦、啊！那有一些学生啊，像子贡啊，他会提出问题，那可能其他学生也有这个问题了啊。那提出来的人啊，对于孔子的教学也是一种配合啊。哦、所以我们看到经典里面很多是善问的人问出来的。所以很可能他一提问呢、哎、你可以顺势的把比较全面的角度哎又讲了又开解，大家都收获了。啊、甚至于有可能哎他讲的比我们对哦。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成年以后才学的。啊、有时候这些年轻学子他们的一些人格特质啊比我优秀啊。啊，我们刚刚说般若很重要，般若不能住相啊。啊，不能在时节因缘当中哎刚好自己是一个教学者啊，就住在一个老师的相也是住相啊。尤其一个人修学要得力啊，心念不能离开善财童子的表法，心念一离开啊，就很难增长善根了。善财童子指的不是别人哦，是要当身成就的人哦。善财童子是我们每个想当身成就的人啊，他成就是果呢，因是什么？因是他的学习态度啊，他只有一个学生自己，其他的一切人事物都是善知识。我们的祖先就有这个态度啊，所以他能创出易经啊，64卦跟天地万物学习，所以这个民族能绵延5000年不是偶然的、啊、
所以真的我们心态对了，事事是好事啊。啊，学生提出疑义，提得好啊，真理越辩越明啊。哎，接着也讲啊，时日善财童子一心意念，意善之事，啊，事善之事，境善之事，啊，于善之事起慈母想，啊，于善之事起慈父想，得闻法已，欢喜踊跃，就很欢喜，很珍惜。我们之前学习春学鸠语啊，里面也是说啊，一个老师啊，没有母亲的爱心啊，没有父亲的威严，要把老师做好也不容易啊。我们真这么做了，感应了，你看学生自自然然也对我们起慈母想，起慈父想。那这些啊是经典给我们的教诲啊，那老人家又以身教来带动我们了啊，他老人家真做到这些教诲啊，哎，他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啊，方教授告诉他，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终身受用。啊，他听了之后就真干了。啊，追随张瞎大师学习啊，三年如一日，不疲不厌。啊，跟着李炳南老师学十年。啊，后面这几十年勤学勤讲，不敢一日懈怠。这是真报老师的恩啊。好，我们看到黄念祖老师啊，见到师长啊，很高兴的说啊，说李老师有你这样一个弟子啊，就值啦。所以一个老师真的有一个传人，那是他最欣慰的事情了。哦，而我们李老师啊，哇，教出了好多真善之事啊。啊，我们英国汉学院啊，就邀请几位啊，都是亲近过李老的好老师啊。哦，他们一讲课的儒释道都是贯通。我们见了这些长辈啊，都很佩服啊，都觉得自己学识啊很浅薄。真的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啊，一朝半世出来闯江湖啊。哦，这个李老培训出非常多啊！你看我们，徐启明老师啊，94岁啊，现在一个礼拜还讲经2次还是3次，跟师长一样啊，报老师恩呢，勤学勤讲啊，几十年了，一日不敢懈怠啊。我之所以能够得到一点成就，无不是得力于勤精进不懈、始终如一的耐心毅力，以及对圣教弘扬不改初衷啊，
啊，佛门有说啊，初发心成佛有余啊。哦，所以这个初发心啊，要能够啊，有耐心，有毅力，啊，保持它。啊，老人家学习呀，也是不厌倦。不厌倦啊，甚至于我们看到，老人家听学生分享，啊，哎，听完，我看老人家是最认真的。哦，哎，学生讲的一些重点，哎，他在讲经的时候也会提出来啊。啊、哦，所以我们能遇到老人家，真的是我们的福报啊！老人家是有传统文化传承，最后一代啊，他的弟弟小他六岁，没有这个机会了。而且我们要知道，缘分太难了。老人家假如不是在庐江出生呢、啊，可能也没这个机会。因为清朝最鼎盛的桐城派就在庐江啊，桐城、书城这三个地方。假如老人家出生在上海啊，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可不容易啦，老人家整个人生成长过程呢、啊，缺了哪一个元素啊？我们可能就学不到了，我们要感恩的太多了。啊，看老人家九十年谱，其中有一段呢，老人家出家之后十年呢，啊，有十五个居士，每个月拿十块钱供养老人家生活，十年呢。哎，十年也会有物价波动啊。老人家很刻苦啊，以苦为师啊，生活费都没有增加、啊、十年了。啊，我当时候看了，当天晚上，我说回向给这个这十五个居士啊，没有他们护持啊，老人家说了，只有两条路啊，要不赶精忏呢、啊。要不还俗啊，所以姻缘在这个时代太难了啊！李老都已经先打预防针了啊！你讲经讲的不好还好，讲的好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好，所以。啊，我们要感恩的人太多了，啊，包含老人家的姑妈，我们要感恩了，啊，因为她姑妈嫁到了大户人家，啊，老人家在这个大户人家，她才体会到呢，大家族，哇，原来我们的文化是透过家族传承下来的，在家族里面就把人教好了。他的纽带啊是血缘关系，哇！现在大家族少了，都快没有了。老人家开出救世的药方了、啊，企业家啊，企业团体来延续家文化，我们要了解。一个人要成为人才，他是要有环境的啊！哎，你说他什么时候学成了？那都是长期的熏习呀、啊。可是，假如没有这个环境，就很难培养出人了。啊，老人家说了，这没法教的，他就是跟着十年。
一点一滴这样熏啊熏啊，你说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学的，我开始讲不出来了，潜移默化。所以我们企业团体啊，落实老人家的家文化重要啊，啊，给整个社会啊做表法。好，啊，那最后啊，老人家讲到的啊，《净土大经》里的师道。啊，善导大师说的啊，诸佛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示现在这个世间，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帮助众生当身成佛。这是老师的胸怀啊。啊，所以为什么啊要讲无量寿经的时候，佛陀那么高兴啊！啊，老师就是一心一意，希望最快的能够帮助学生成就啊！啊，所以因为极乐世界是成就最快的学校啊，所以所有的诸佛都劝他的学生去极乐世界读书啊！啊，没有说抢学生的啦。一心一意没有别的成就学生呢。那净土这个法门能当身成就啊。信愿行。这个信要对自己有信心，善知识才帮得到我们。信智接着就是信他。指的就是啊，释迦如来啊，弥陀如来，还有善知识也在其中啊。好，哦，那极乐世界六层说法，天天教学啊，阿弥陀佛天天教学，学生天天学习啊。每一个学生心同阿弥陀佛，愿同阿弥陀佛，解同阿弥陀佛，行同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念回向偈啊，我们要念入心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我们今天处世待人接物，有没有积功累德啊？极乐世界因为我更庄严啊！尤其啊，我们好好修行，好好念佛啊，哎，写着我们名字的那朵莲花就越来越大了啊，越来越庄严了啊！而且因为我们依教奉行，为人演说啊，啊，那就会。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啊！因为我们，他对圣教有信心啊，我们帮阿弥陀佛啊，多带一些人回老家啊。然后阿弥陀佛说：“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啊！”啊，在《无量寿经》也是交代我们。父祖汝等做大守护啊！啊，未出有情，长夜利益啊！啊，要受持广度生死流啊！啊，佛说此人真善友啊！所以我们的尊师重道啊，就落实在依教奉行上了、啊。不是口号啊，也不是一时激动啊，也不是我常常梦到师长
啊，佛法重实质啊，啊，不是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啊，那最后老人家结语啊，缅怀祖德，知恩报恩，啊，念佛惜哉呀，啊，这些都是我们的本分呢。我们要成仙呢，我们要起后啊，哎，不然我们对不起祖先，对不起后代了。好，所以一定记住三福，三福是基础啊，四弘、三学、六度。好，好，那敬业三福啊，是最高修行的原则。啊，首先就点出来。孝亲尊师啊，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而这些经典呢，这些教诲在哪里落实？就是当下。啊，假如大家觉得，哎，我现在读到一句啊，我当下没法做，啊，请大家一定要提出来啊。我们好好探讨探讨，啊，不然我们会形成心理的障碍。哦，经教有一些不能落实，哎，我们在学的当中啊，产生了自己的分别执着，哦，这样就有障碍了，啊，哎，也有。同仁提出来，啊，老人家讲的东西啊，太理想了，这个话不能乱去再给人家讲了，啊，假如你一讲，对方一听，对呀，对呀，我也这么认为，那他再来听老人家讲经的时候，会不会听了啊？这些都太理想，这些都太理想了。啊，承德跟着老人家学，老人家教导的，啊，释迦牟尼佛讲的都是弃我们这个时代的机，弃我们娑婆界的机的，他不会讲完跟你说对不起，你做不到，那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啊，所以我们跟着善知识学啊，要谨慎，我们有一些心念偏了，自己要关照到。或者善有为一啊，我们要互相提醒。你看，老人家马上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共聚一堂，祭祀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啊，缅怀祖德，知恩报恩，念佛护世惜灾，这是孝敬的具体表现，具体落实啊。当下就可以做啊，好，所以是中华民族啊代代承传的美好品德啊，也是圆满成佛的大根大本。好，所以孝是中华文化根，敬是中华文化本。孝道和师道正是中华文化的大根大本，也是儒佛社教事出事法这根本所在。愿我们共同效法和学习古圣先贤的孝敬德范。因为老人家前面举了很多古圣先贤的例子，我们追王古祭孝师，念佛惜哉，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承传命脉，继往开来，直到圆满成佛。啊，这一生真的能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尽力传承文化，这个功德回向啊，啊，决定往生呢，
假如您交出一个范仲淹啊，以这个功德就能往生了啊。好，那我们李老师啊，传给老人家的教诲当中啊，有一句特别重要啊，老人家都贴在啊摄影棚里面了啊，在李老的法照下面，自诚感通。我们真的发起啊，追亡古，祭孝师。如《孝经》讲的，无念而祖，欲修觉德。我念着祖先的德范，我要效法他，我要传承他。这个至诚的孝心呢，孝悌之志，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马上啊，祖先佛菩萨的加持就上来了，不是等我们学了几年之后，马上啊，感应不思议啊！啊，那一天跟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跟他交流，自诚感通啊！啊，他说：“哎，我很相信。”啊，我就很惊讶，哎，他怎么很相信啊？他说有一次呢，我要劝我爸爸，我真心为他好。哎，我觉得哎，我讲话怎么这么顺呢？平常讲话都没有那么顺。他觉得这个有加持。为父亲好的孝心呢，诸佛如来、古圣先贤都是至孝之人呢，感动了。好啊，我们啊，这一段开示啊，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啊，有没有哪一位啊同道啊？哎，你这一段教诲学完，哎，你很有感触啊，或者你有去实践？老人家教的哪一段，哎，又很宝贵的心得，也可以分享给大家。那个昨天我们有提到啊，缘亨利贞呢，这个利啊，是义之和也。我们在谋取利益的时候，我们都会考量到我们的义。这个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且在赚钱的时候，绝对不会忽略掉孝顺老人，养育子女。假如我们只想着赚钱，忽略了我们应尽的道义本分，你赚的钱多啊，很快就没了。所以有一对夫妻啊，本来都是当老师的。后来啊，看到人家赚钱呢，辞掉，都去做生意了。把孩子就送到很贵的那个学校，没怎么教。哎，两个夫妻呀，哇，办工厂赚很多钱，结果忽略了孩子教育。孩子心性偏了，赌博。然后呢，把他们工厂呢的地契呀，都拿去抵押掉了。最后他们几十年的心血化为东流水了。两个夫妻想不开了，到
这个祖坟前呢喝农药自杀了。那当然这个很遗憾呢、啊。这制药莫若骄子啊。这个最重要的道义不能忘了。所以古人这个义之何也啊。一个家庭能够持久兴旺，这个利一定跟义是相应的。好，啊，还是没有人举手啊。好啊，我们说呢，不能有控制要求。那我们接着，我们进入啊，师长跟随李炳南老师学习经教十年因缘，那这一篇呢，可谓啊，老人家将他学习的心境态度啊，包含了老师的教学的方法智慧和盘托出啊给我们了。而且这个不是学知识哦，这个是能够学通儒释道的教理，做一个传承儒释道的弘法人才。是定位在这样的老师跟学生哦。那当然我们跟着老师学习，不能挑着学哦。一有挑就不是跟老师学了。为什么？是自己在挑啦，哪怕挑出来老师的部分可能也是照自己的去理解啦。而且啊，我们刚刚说的不生疲懈哦，听三知识的经教啊，不能有那种哎呀懈怠啊不耐烦了。常常拿着这个遥控器快转，这学不到东西的。为什么？那善知识讲一段话哪怕十分钟就是一篇很精辟的文章啊。大家去观察看看。比方说老人家早餐开始半小时。起承转合啊。心性流露啊，所以不能说一开始这一段哎呀这是客套话跳过去。哎，善知识的每一句都是很真心的啦。今天是雪公往生30周年台湾的同学们很用心组织这样一个论坛，这也是在感恩人家的发心啊，随喜人家的发心啊，作为对老师的缅怀和纪念，这很有意义啊。主办方希望我来谈谈和李老师十年学教的因缘。那这主办方也是我们的学处啊，他懂得勤法啊。请了当时候我们徐醒明老师啊，江义子老师啊，果清律师啊，好多这些长老级的都是老人家的同学啊，都是亲近李老很多年的。这个懂得情法万法缘生啊，这个缘
过去了就没这个机会了。啊，都请到那么多真善之士，哇，那这个论坛呢，参与的人受益可大了。这也是我们的学处啊，懂得请法，请转法轮呢，主办方也是把请转法轮表演给我们看了。啊，我也很欢喜来回顾这一段经历。啊，和盘托出啊。啊，首先呢，结识恩师。啊，老人家提到啊，啊，他出生在一个动乱的年代呀，灾难频繁。啊，因为呢，经历过战乱的，啊，走过十几个省呢，啊，那样的情况我们很难想象啊。但老人家也是在这样的环境呢，啊，培养出这个忧国忧民的胸怀呀，看到太多苦难了，啊，所以老人家在14岁的那一年。啊，因为家贫失学，啊，不得不去做童工养活自己。啊，我常常坐在小河边树底下，就问自己啊，我为什么活在世间呢？我活在世间为的是什么？啊，回去思考人生的意义何在啊。啊，读到这里我就很惭愧了。啊，我在14岁的时候就想着哪里好玩呢？这善根差太远了。所以善根差那么远呢，老人家是这么学才学成的，我假如不这么学，那都不知道要堕落成什么样子了。哦，这个客观的分析还是很重要的。那我们读到这个老人家家贫失学，哎，这是他人生的遗憾呢，啊。可是他把它转成一种愿力呀，啊，他希望天下人都有圣贤书读，啊，很支持教育，而且法宝都是免费的，所以这个是。啊，化悲愤为力量啊，啊，化苦难呢，啊，为愿力啊。啊，我们看看这个世间呢，多少人因为师长才能读到圣贤书啊？啊，承德就是因为师长才读到的。啊，虽然啊，我念高中的时候也有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但是那是考试用的啊。没进我的心啊，遇到老人家的才知道是宝啊，啊，制药没落读书啊，这个神教古人啊，有法喜啊，啊，这个自己啊很感谢老人家，啊，来到台湾后啊，虽然无依无靠。但很幸运，在26岁那一年认识了方东美先生。方老师为我讲哲学概论，佛经哲学，把佛法介绍给我。我们要很感谢方教授，因为没有方教授啊，不一定能够扭转师长对佛教的偏见呢，因为他最佩服方教授啊，哲学太多啊，老人家那时候很想学哲学啊，哦，所以，哎，这个今天要回向给方教授啊，感谢他，我们才有法可以学啊。
又受到张家大师的教诲，我的人生才有一个目标，才有一个方向。目标是大乘佛法，方向是学习经典。张家大师的恩德很大，因为老人家说，我的佛学基础啊，是张家大师帮我奠定的。根深蒂固啊，才能枝繁叶茂啊。所以老人家指导我们修学的观念态度啊，好多说是承传张家大师的。比方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不能搞表象的，搞虚的。什么叫忏悔？后不再造。还有修行要解行相应，像两个轮子，这样很平衡。解帮助行，行帮助解，都是张家大师教的，尤其很重要的，教导老人家，你要学佛啊，要学释迦牟尼佛，你真学了，你的一生，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这个指导很重要啊，很具体啊。目标就是释迦牟尼佛，以他老人家为榜样。那我们看到老人家遇到前面两个老师，他人生很有目标，很有方向。我们读到这里啊，马上反观呢、我现在自己的人生有没有很有方向，很有目标呢？我们每天还会东摸摸西摸摸，时间这样浪费掉啊，铁定我们的方向目标还不够明确，不然会怎么样？时间不够啊。所以孔子看到子贡在批评别人，孔子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我哪有那个闲工夫啊？用功时间都不够啊！”夏莲老跟孔子一鼻孔出气呀、夏莲老《致景录》里面学道之人无剪爪之暇。安有时间说闲话？我读到这一句，我就想一想，我有没有没时间剪指甲的情况？假如都没有，哇，我还不叫学道了，差远了，差远了。可能这个向道的人呢，他很认真，很精进，但是看到指甲长了啊。好好好，明天剪，明天又忘了，拖了好几天，无剪爪之暇。这些法语啊，都是过来人表演给我们看的，我们肯受教啊，对照，找出距离了，知耻近乎勇啊，赶紧，迎头啊。赶上那三年后啊，张家大师圆寂了，我对佛法升起信心。那我们升起来了没有啊？认为这一门值得一生去修学，所以我就把工作辞掉，专门学佛。那因为老人家
他只身一人呢，他也有那个发愿学释迦牟尼佛啊。当然不是说学佛啊，一定要把工作辞掉啊，各有因缘。但是最重要，要依教奉行。尤其啊，都要学释迦牟尼佛啊，学释迦牟尼佛不一定说是要出家才能学啊，一心为正法为众生啊。佛陀那个时代也有维摩诘居士啊，在家佛啊，这个都是重要的表法。我们是居士的，我们效法维摩诘居士。但是毕竟啊，人生都要有取舍啊，得把时间啊用在刀口上啊，不能浪费掉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啊，什么该舍，什么该提起，也是很重要啊。那朱经咒老居士介绍我认识忏云法师，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老人家都交什么朋友啊？都交爷爷辈的朋友，难怪他的见识非凡啦、啊。那你每天接触一定受他们影响啊。你都只结交跟你一样年纪的，可能就群居终日，无所用心，好行小会，难以哉了。喝咖啡聊是非就不好了。你看都跟这么年长的，你看这些年长的都是贵人了，重要的因缘都是这些长辈出手帮他。那忏云法师在普里住茅棚，我跟他住了半年。忏云法师说我是个讲经的材料，我们还要感恩忏云法师。哦，发现人才啊！哦，大家要知道哦，这一段呢、啊、还可以打开来讲啊。老人家一天800拜哦，那半年下来啊，10万拜超过了。老人家说，这是他很重要的修学基础啊！因为礼佛一拜，灭罪河沙啊。张家大师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你假如求了没有应啊，是你有障碍，你要把它去除，你要把它忏悔。哇，这个礼佛啊，最好的忏悔法门了。身礼佛啊，心念着佛啊。所以这个都是老人家很重要的这些经历啊，所以劝我发心讲经。讲经去跟谁学？最好的就是李炳南老居士学。所以李老居士正好那个时候在台中开一个经学班，正好啊，这个世间没有偶然的事情啊。看起来是正好，冥冥中啊，这个佛菩萨啊，古圣先贤啊，他们可能开了好几次会了啊，然后调兵遣将，安排正好，这个我们慢慢自己去体会啊，真的很有意思啊。这个我也是以前啊，听一个公案啊，有一个人弘法很辛苦啊，到了一个破庙里面住下来，说：“哎呀，好辛苦啊！”突然空中传来话说：“我们比你更辛苦啊！”因为他是真正弘法，很多龙天护法都得他的吃啊，他的住啊，要去帮他张罗啊。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哦，那专门训练讲经的学生呢啊，所以我离开茅棚去台中清静李老师，和老师的缘呢、啊、就是这么结下的。好好预知后事如何啊，且听下回分解。好，我们下次再接着啊学习这段非常重要的开始啊，谢谢大家。